包包，然后录个视频，对他们的包包评头论足的。好，上一个视频有人说我话很多，哎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个非常话痨的人，尤其是在推荐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如果不把方方面面的一个感受都告诉大家的话，就觉得是一件不那么负责任的事情，所以我每次讲这个推荐东西的时候，我都超级啰嗦啊。我会改的，今天我要挑战每一个包包的介绍时长不超过一分钟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第一款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包包，这包包是这个红色的小包包，是我今年买到的本命真爱，它有可能会成为我今年度最最最最最最最疼爱的一个包包，不能疼爱的更多。首先它是这个牌子，叫做 Perdure，我不会念了，这英文好差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新加坡的品牌，这只包包我是买500块钱，499，就是在他自己的一个 APP 上买的。然后他没有天猫旗舰店，他线下店也非常少。它的颜色是很好看，很好看的这种鲜红大红色。然后你们看，是不是光把它放在我的脸旁边，我的脸就有点白。然后它这个五金是这种就是哑光质地的，我觉得会比那种亮晶晶的金色感觉很高级很多。因为红配金，我很担心它会有点土。我找了一个 iPad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尺寸，不是 mini 哦，是 iPad。你们可以看到它比普通的 iPad 要小那么一圈，它是一个普通很小型的一个箱型包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容量，我觉得还是挺能装的。一般来说，像我出门就会带手机、充电宝、餐巾纸、气垫、钱包、口红。大概就是这么多东西装在这个小包里面完全没有问题。前面讲的都是它的优点和它值得买的地方，我要说两个它的缺点。第一个是就是这种互相不通的方式，某种意义上还是挺不方便的，因为你有时候搞不清楚你把什么东西放在前面，什么东西放在后面，不是你们，是我搞不清楚。第二个点是就是它这个调节肩带的这个地方，虽然它有两个下面有两个环，但下面这个环真的太松了，它就是随便一飞就会飞到这里，然后这个东西就会这样翘起来，我就觉得就不那么完美吧。然后其他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完美的包包，500块钱能买到这个包包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知足的。第二只包包是这一只小 CK 的一个雷射包，它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粉色，一个是蓝色。我们买到的价钱是399块钱，它是由两个包组成的，一个是就外面这个能看到的，它其实是一个 ins 这种软塑料，我知道这是什么 PVC。PVC 之类的，就这种材质的一个透明的包包，它的容量很大，你们看，就它比我脸还要大。它这个镭射的光泽很好看，感觉酷酷的。它里面的这个内袋是这个薄荷绿，这个内袋是不是这个颜色真的超美？这个包包呢，就是它的优点就是长得真的很好看，而是非常少女的颜色，也是很好搭配的。那我一定要说的话，它有两个缺点，第一个是。它这个内袋的这种设计啊，你平常放东西这很麻烦，就是放东西拿东西之类的就不是很方便，再加上它又是透明的，如果不装内袋的话，别人就可以看到我包里有什么东西。第二个缺点是它的底部真的很宽，如果你斜挎它的话，它的你的包身上会有一种庞然大物的感觉，对于我这种150的身高来说，略微觉得有一些偏大了。如果你个子比较高的话，这个包包会更加适合你一些，但是看在它这个软萌的这个颜值上，我原谅它了。找到一个缺点是它的季节性真的很强吧，你秋冬应该不会有人背这种包包，对不对？这小 CK 真的是我经常买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品牌，这只小 CK 是我这3年前买的，是3年吗？对，差不多3年前买的。那我到现在我还一直在用它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它这个皮面上，是没有什么明显的使用痕迹。你们要知道，我是一个用包用起来真的非常糙汗的人，像我日常带饭的饭盒，我都是强塞在里面的。3年前买的价钱是差不多要接近500块钱，具体的数字我不记得，反正是4大头，没到5。这个包包的话，就它形状很好看，很合我的心意，然后它这个大小是我非常非常满意的一个大小，它真的特别能装。你们看它这个里面的容量，黑色款它也是很好搭配的。然后我要说的是，这个包包可能也是一样有两个小缺点。第一个是小 CK 的五金质量是偏差一丢丢的，你们看它这个，你看这个拉链头是不是这个地方全部都掉了，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个小问题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人整天盯着你包包上的拉链看吧。所以如果你买小 CK 的包包的话，最好不要买这种正当中会有这种金属锁头啊，或者是就
就扣子之类的那种款式，因为那种款式如果你上面五金掉了的话会比较明显一些，这种拉链上掉了五金又没有人看见，无所谓的啦。第二个点是也是这个地方，就这个调节包带长度的这个地方它是没有第二个环的，它只有一个环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带子就这样无所适从的垂在这里。我真的很经常使用它，就是特别实用的一个包包。接下来我要讲的包包基本上都是淘宝买的，然后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品牌了。第四个包包是这一只，这是一个双肩包。我买它就是完全因为你有一些场合需要多装一些东西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个双肩包。我是在淘宝上买，大概是80块钱。它的配色是在黑色配棕色的，我觉得比较好搭配一点。然后我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地方是，你们看它这个里面是有拉链的，那种扣起来的有安全感一些。然后主要说它不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包包，你们可以看它的这个走线，它那个走线这个地方都是乱七八糟的，就不是很精致。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带子抽出来给大家看，是这种相对比较廉价的材质，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使用频率不高的包包的话，它好搭就可以了。然后下一款也是我在淘宝店买的一个，就是这种黄色的，哎呀，这个色差好大呀，它其实是个嫩黄色的一个水桶包，要是这种宽宽的肩带，一面白色一面黄色。这个我在淘宝上买好像是300多块钱，它里面的话会有一个附送一个内袋，但是我不用内袋的，我都是把内袋拿掉使用。这个包包呢，它有几种背法，一种是就是这样子的形状，你可以单肩也可以斜挎，然后你可以把它两个扣在一起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形状。然后这个形状呢，我觉得更好看一些，但这个形状就不太适合斜挎了，可能只能单肩这样子背着它。我知道这个包包是仿的韩国的一个牌子，叫做 Fine Capu。它那个品牌出很多这种形状这个拼色的包包，原版的也是人民币1000块钱左右，然后这只是300块。为什么我没有买原版的？是我觉得原版的是 PU 皮的 ，PU 皮还要1000块，我觉得在我的承受范围内来看，我觉得它性价比不是非常的高。这个黄色真的很温柔，而且它配黑色的上衣尤其的好看。它容量也很大，然后很能装，夏天的时候也可以放阳伞。然后它皮质很软，就这样子随便揉捏都可以，不太留下这个折痕。我觉得它型很立体，就是我觉得综合来说，它是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包包。下一只包包也是在一个淘宝的原创品牌店买的，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半月形的风情包。然后它是这种米白色配这个棕绿的一个颜色。这个我买大概是300多块钱，400块，350、368左右，不到400块钱。它不是那种很死白的颜色，是那种米白的颜色。然后这个包包它其实做的还是很细心的。首先你看这个包带多出来的这一节，它有个按钮给你按在这个里面，所以它不会有一个就是多出来的那个拉链头。然后它是这种宽肩带，所以你背起来不太会勒肩膀。我最开始买这个包的时候，我有点顾虑，怕它不是很能装，因为我有另一只风情包，真的超级不能装。这是我平常出门带的东西，我都已经装在里面了，给大家看的一个效果。这气垫，然后这里这只是我非常喜欢吃的糖，我超爱吃这种糖。然后气垫、口红，然后一个充电宝，然后一个钱包，然后里面还有一包餐巾纸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它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装很多东西，所以它是非常能装的一个包包。它后面也会有个小袋子，你可以把公交卡之类的东西放在这。综合来说，就是属于一个实力型的选手，很对得起这个价钱了，我觉得。最后我要讲的是，我其实使用频率最多的一种类型的包包，帆布包。我这里介绍两只我很喜欢的帆布，第一只是这一只。这个是 Freesismo， 就是日本的那个猫布那个品牌的帆布包。我对不起大家，它可能不是那么好买，我是在日本当地买的，它就只有很薄很薄的一层，你可以看吗？它就薄到有点透光。这个包是不是很可爱？然后它这个尺寸会比普通的帆布包要小那么一点，然后对于我们这种矮子来说还是很友好的。但是它性价比真的不是非常高，我印象里这个包包要100块钱，它真的很薄，里面没有任何的分层，就薄到觉得就装重一点东西感觉就会挂掉这样子。那它就配夏天的白 T 恤很好看。然后第二只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帆布包是这个样子的，它是一个粉红色的，然后这种就是滑溜溜的这种睡衣材质的一个帆布包。然后它上面这个图案这个字就是绣在上面的，然后它比普通的包包要更耐脏一点。包我都背了很久了，你看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脏东西的感觉。它的问题就是它比较没有型，你稍微买一个重一点的东西它就坠下去了，它就没有这个帆布包的这个形状了。然后这包很便宜啊，我记得我在淘宝买了20块钱30块钱，人挺便宜的。我有非常多的帆布包，但是我最经常使用的就是这只粉红色的，
可能是因为我有一颗上进心。其实正儿八经的包包都讲完了，但是我今天又跟大家介绍我最近买到的一个超搞笑的东西，看啦，你们看，这是一个小笼包，这是一个包子，这是一个小笼包，是不是很可爱？然后它后面有个拉链，它其实是个购物袋，因为它正面是这个猫猫顶着一个小笼包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好，最后就是一个不正经的分享，又很喜欢捏这个东西。我今天想要介绍的包包我都已经讲完啦，大家理性种草，多多交流，互相尊重，一定要互相尊重彼此的消费习惯和彼此的消费喜好哦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要关注我的频道，不要忘了给我收藏、点赞和推荐哦，拜拜。啊，今天这个妆我好喜欢哦。